配吧，电话战友，我是战神瑞瑞。那今天做我们的开箱惊喜，时候到。开箱惊喜 ，OK， 开箱道具来，年前也是可以开了，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开箱。在开箱之前，帮我个忙，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板凳，跟它一巴巴的样，放下去你就成为新战友。OK， 快开箱先。啊，你看 ，C A， 你看，细多一点，多一点，来，再开多一点。哇，这是小豆个人签名耶！哇，第一次收偶像签名，我真的很开心哦。啊，你们不知道小豆谁啊？他就是冬雨哲的小冬啊。以前我有看过《高校铁金刚》啊，《太阳雨》和《你看不到》这两首歌，我很喜欢。好，黄金时间，我们快点抓紧时间来开箱先。还好不要弄伤整个不然经济。哇哦！你看，送 muscle 很体贴，不过我还是要保留它啦，不想用了就丢了。因为通常口罩好像用了就丢了。它有放一个 thank you 卡，匆匆忙忙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温馨感，熙熙攘攘也能找到你的幸福滋味的久久不散。感知有你出现，你的支持铭记在心里 ，Stay safe, stay happy。谢谢你啊，小豆。哇，它的包装蛮美的，你看，哇哦，来了来了，哇，哇塞，蛮美一下 ，OK， 穿看哎 ，Action， 哇，哇塞，超合身的。而且蛮适合我下哎，谢谢小豆啊，影片到完了。如果你超级终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 lik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个请按同样的，记得按小铃。一第三方口碑狗，谢谢，放心给我放心不要聊了。如果你跟我讲了，我们一起穿小豆的这件无敌是吧？看完是吧？好了，等会见喽 ，ciao。